最有人气的啦，因为每个都有啦。每个都有人喜欢，就看喜欢吃酸的呢，还是说比较偏一点。那花生花生还本身又有豆豆的香味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现身基隆庙口，边走边逛，来到泡泡冰，当然不能放过。它是这个花生的，你要不要尝尝看？好，谢谢。来到基隆辅选立委候选人郑文婷，不忘到庙口品尝在地的知名小吃顶边厝、泡泡冰和营养三明治。做第四代，然后第三代，第三代，然后都是做对，都在这边。我祖父是从很年轻的时候在庙口当义工，我祖父是第一个在庙口做生意的。萧美琴难得现身在基隆庙口，在老板盛情的要求下，在招牌上留下亲笔签名，看得出萧美琴人气超高。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手牵的基隆立委候选人郑文婷，两人高举双手喊动算。郑文婷市场后援会正式成立，萧美琴亲自助阵拉台声势。我相信伊未来第二番伊嘛是继续顾着市场咧上关心的这个工课，啊，当然家人的沟通嘛较重要，所以为蔡适应甲即卖文婷嘛就关心讲未来我们交通四通八达哦，不管是从国际进来的邮轮也好，或者是大台北都会区的年轻要消费要观光，我们这边有最顶级的渔港哦。渔港也是很多的美食料理，那我们也有面向海洋的游艇的母港，那我们有新的都会的面貌，我们需要便利的交通把客人带进来。我相信这些东西文婷能够继续延续下去的地方。全台第一个市场后援会成立，萧美琴专程来受旗，包括立委蔡适应、议长童子伟及党籍员都到场，就是要力挺郑文婷送进国会。咱真侪市场好朋友拢知影讲，过去这几年内有加入市场的改建，包括我们看到的成功市场、仁爱市场或者果菜市场等等。啊，我刚报告一下，里面的很多改善的经费跟预算，拢是中央拨走的嘛，拢是适应在做礼物的时阵，跟中央合作，透过经济部来补助地方的。所以未来，我相信我们的萧副总统在进入中央之后，会继续来替我们基隆的市场好朋友争取基隆市场的改建，安尼好不好？好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句话也是要说给我们的萧副总统听，未来继续来支持我们的地方哦，因为对于基隆市来讲，它并不是直辖市，所以对我们来讲，连市场的改建拢需要中央的支持。咱调议完了后，咱直接把咱的律师事务所收起来。趁钱的工课，甲伊收起来。咱就是要专心、专业、专职来服务咱的选民，大家讲对不对？对。这五年来，文婷无任何的兼职，嘛无副业，就是专心、专职、专业咧服务咱的选民。即马文婷要甲这款的服务的精神带来去立法院。今天非常的高兴，嘛非常的感动。咱是全家人市，历史以来头一摆有市场全市组合成的后援会，我伫遮深深的感谢大家。我嘛是市场大汉的囡仔啦吼，仁爱市场伫倒位啊？仁爱市场杨叔姐，你好唔好？呀，感谢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大家对总统、副总统对我们立委的支持。今天大家来参目着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在过去到现在，我们基隆开发的比较早，所以我们各大市场都面临改建、整修、整理的一个问题。我们未来总统当选、立委当选，一定会帮我们各大市场相争取相关的预算。现在我们果菜市场，咱屋顶都要做啊嘛吼，仁爱市场嘛要做咱的屋顶的修缮，成功市场嘛要修理冷气，拜托大家继续给咱支持，安尼好唔好？要总统上去总统府啊，你好不好？好。选战进入最后倒数，副总统候选人萧美琴来到基隆，喊话总统胜选，也要力拼国会过半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